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蓝辉科技，我是笑笑。前段时间，魅族发布了自己的最新旗舰手机魅族 16S Pro， 给业界带来了很大的反响。这款搭载了高通骁龙85 Plus 的魅族 16S Pro， 仅仅只需要2619元就可以买到。那么在这价位的手机，还有已经发布了半年多的小米9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款手机哪个更值得买吧。首先在外观方面，小米9采用的是 6.39 英寸的三星 AMOLED 水滴全面屏，可以达到 90.7% 的屏占比，并且下巴也仅仅只有3.6毫米。魅族 16S Pro 呢，并没有采用现在市场流行的水滴屏，而是采用了6.2英寸的三星 AMOLED 极边全面屏，可以达到 91.53% 的屏占比，并且支持160赫兹采样率，体验上更加流畅。在屏幕方面，魅族 16S Pro 小占优势。在处理器上面，小米9采用的是前旗舰处理器高通骁龙855，而魅族 16S Pro 采用的是最新旗舰处理器高通骁龙85 Plus， 毕竟两者发布时间差不多，相隔半年，所以呢，魅族 16S Pro 在性能上优于小米9。不过在后置摄像头方面，两者同样都采用的是来自索尼的4800万像素，小米9配备了超广角微距 AI 三摄，而魅族 16S Pro 配备了长焦、标准和广角镜头，两者功能各有不同，就看你对哪一项功能更感兴趣了。不过在前置摄像头方面，小米9拥有2000万美元自拍，并且带有 AI背景虚化，并支持 AI 美颜算法，而魅族 16S Pro 前置与小米9一样2000万像素的美颜相机，并且支持 AI 美颜自拍，可以说在拍照方面两者基本相似。关注蓝辉科技微信公众号，堪比全新的华为 Mate 20 6+64G 仅售2450元。两者不同之处在哪儿呢？这次魅族 16S Pro 增加了 UFS 3.0 高速、标准、闪存，可以带来全新的速度体验，同时拥有和 iPhone 相似的 M Engine 触感引擎，可以带来更好的手感交互。小米9这边呢是可以支持无线闪充，它可以达到20瓦速度无线充电，而魅族 16S Pro 并不支持充电。这次小米9和魅族 16S Pro 两者都带来了全新的配色，小米拥有 Holographic 全息幻彩色，可以带有让人着迷的梦幻光感，而魅族这边带来了全新的目光森林配色。这两款手机总的来说在这个价位都是性价比很高的手机，选择哪一款就看你是喜欢 MIUI 还是 Flyme 系统了。